大哥，最近呢，全红婵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吃东西，然后网友说他没礼貌，这事儿您怎么看？挺正常的，他一孩子是，那孩子天性不是要吃玩吗？啊，对呀，是吧？还有说的不爱学习的，是说应该学习学英文吗？学英文，你说的比英国人都好，有什么用啊？是啊，咱那跑的不怎么快，那英语说的比英国人都好。对啊，不是你还是拿不了名次嘛，不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没用啊。哎，所以说每个人特长是，现在一拿他就跟这个比，跟那个比，你看人家英语，你看这，那他什么都好，他怎么没拿第一？是，那拿不了啊，能力。对呀，他跳水的东西跟打乒乓球不一样啊。打乒乓球，你看咱们他是拼的，是，哎，比他今年你好，他明儿更好。对，这跳水他更好，啊，你有超过他的，也行啊。你现在没人超过他，说我超不过他，我英语比他好，英语比他好，人家那个是比赛不考英语，那个裁判。不判那个英语，世界上也没有英语比赛啊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你说的就是说，我说的英国人没有我说的好，嚯，有什么用啊？是吧？人家孩子，咱说实话，嗯，本身哈，大家都喜欢他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太天真了。哦，淳朴。他淳朴，你让他弄一茶缸子坐在那儿哈，是先受了声嗓子，嚯，跟个局长呢，嗯啊，哗啊，完了再给你们讲讲你。那就没人看他了，官腔十足。哎，谁愿意自己家，咱别说别人，是咱自己的孩子啊，十六七岁，你愿意他看的跟个小大人似的？那太老成了，那是不是？那所以说，他们这些人现在，他拿他们的思想奔人家身上套，哦，自己本身一马屁精啊。哎，你像我在单位，我多会说话呀，我受嗓子，我咳嗽，我再说，他拿他的要求，啊，他往人家身上套。是有些东西咱们这是糟粕，哦，你别硬奔一个往一个这个哈新鲜的事物上套，是吧？你要是都是，哎呦这个啊，受受嗓子，那不是就麻烦了吗？是一孩子，就现在这些人啊，有点过度的，就是说，哎，强调，哎，因为他抓不着他毛病，是啊，无懈可击了，跳水。对啊，他没有可击的地方了，怎么办啊？就找软肋，哎，你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人家。话说来了，他也没想着将来当什么体委主任去，是人家不是说了将来干什么，不知道，哇，说当教练我不太可能，是不太喜欢，那人家可能是干别的去，都是实实在在真心话呀。对呀，啊，人不是就想开一小卖部，哦，开一个比小卖部大一点的，这不是也正常吗？也没准将来开一个胖东来第二，人家在广东也开一个，是对不对？这东西啊，这些人呐，就是现在这人都是鸡蛋里挑骨头，是这每个成语里头它都有一个事情发生，是他才能用这个成语。哦，没事找事儿了，开始真是的，是